晚上好，朋友们，欢迎啊！西波克阿迪之剑，晚上好。今天 mini life 结束，回家播一播。今天发生了好多事情，天哪！现在还在缓解中，缓解中。哎，找对象了没有啊？我今天晚上没有时间找对象，今天晚上发生太多事情啊。我已经忘记了有这个什么斯巴什么对象了。晚上好呀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怎么了？哎，等那个水烧开了再跟你们讲。我要烧水，我要烧水，等一下。等我酝酿一下要怎么说，等水烧开了跟你们讲。你是零必须有一呀、啊。哎呀，我无依无靠，我也能活得很好，信不信？再说嘛，这个。到嘛，爱怕什么？是麻烦事吗？不是麻烦事，是一些很 amazing 的事情啊，是 amazing 的事情哦。谢谢高丽君送的20个荧光棒，嗨，你是大猛一，谢谢。想看单身通道啊？单身通道会不会很尬呀？我怕会不会很尬呀？你 say I want to learn some 事情，想看相亲，把我投去繁衍游戏吧。把我扔过去繁衍游戏，单身通道去相亲，陈真真相亲专辑，呜，飞过，这不是开坦克了吗？已经是开陈真真开着他的小坦克，闯入你的口袋房间，响铃铃，响铃铃，等我烧水哦，我烧一下水，谢谢西风拉克拉底子剑送的玫瑰花，这里可以 CPDD 吗？要个姐姐，也不是不行。准备就准备个三分钟的视频，哇，感觉真的像在参加凡人游戏啊！直接测离子，被烧，灯灵，那是猫咪，嗯，很爱吧，小猫咪，进行一些非诚勿扰，凡人游戏都不算，应该是非诚勿扰。哇、哦，好好意思啊！今年还是去单身通道吧，单身通道有意思多了。三分钟视频放在口袋，大家尿水。想领养一只橘猫，不知道起什么名字啊？叫肥猫。肥猫猛扑，对，今年还是去单身通道吧，单身通道太有意思了。就爱陈真真还是新欢朱月圆啊？我去单身通道，我要等公司分配。我就要做最有意思的事情，谢谢小 V 送的玫瑰花，好好看啊。你们都没有人发现我弄短发了耶，你们根本就不关心我，你们根本就不在意我发型变得都没有人 Q， 万一碰个大的，什么叫碰个大的，感觉我在拿啥似的，碰瓷似的，好意思短发啊，终于有人发现了，谢谢烤肉送的秋天奶奶茶，单身通道分配铁梯怎么办？合理没有梯吧？铁梯是铁 top 是吧？铁梯是指铁 top 的意思。希望你可以碰到张二，这样就可以梦幻联动了，真的吗？不知道会不会。不要真的给我相亲啦！绿婷就是那就是，谢谢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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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张任嗯，张任也是张任前辈也是走单身通道吗？感觉今年应该不少人走单身通道吧，应该都很好玩呢。你们怎么就是选的那个方向都不一样的，一个要软一点，一个要铁一点。高个广州萌妹，哇哦，真的吗？真不错。陈云太漂亮了，谢谢。他大概率是我们的商人，已经是前辈了。剪一个交友宣言，好好好，好好好好好，哇、哦，好尬呀！我都没有剪过这种交友宣言呢，好尬，会不会很尬呀？救命！可以来个粤语歌也行，交友宣言就是唱一首粤语歌，叫唱一首《遥远的他》。戴眼镜啦，不一直都在戴吗？LSS 可以，要不选奶黄包吧？哎呀，我走单身通道，走单身通道再选呢、啊。玲玲参加这张白套吗？
肯定参加呀，肯定参加，真的有人不参加吗？水开了，给我关一下。这么好的活动，肯定有人参加，肯定参加吧。王千诺，他在成都念书，也是前辈吗？貌似还得说自己的理想型。哦，和水组啊，和水组就是走单身通道。又和第一年就遇到这种铺天盖地的相亲活动。我也是广东人士啊。我先想一下吧，因为我还那规则我都没读完，等我读完那个规则。前辈还是御姐，哎呀，我的爱好太广泛了，我希望能有一些脑电波跟我能通上的，对，类型没什么需要，我需要一些电波能跟我通上的就可以了。Hello 呀，下面粉丝，老公还没选好，兴趣爱好介绍，什么要什么拍档，未来什么计划，这么规则出来吗？就我们自己看得出来了。你们的那一版还没出。二次元脑电波推荐真家，其实真真也挺二次元的，但是我怕真真已经有别的对象了，会不会？谁都行，适合找甜妹，甜妹我也喜欢，甜妹我也喜欢。对，连蜂蜜水吗？可以待会连。对，甜妹御姐我都不挑啊，我不挑啊，我都可以啊。谢谢秋天的奶茶，新欢朱月圆。朱月圆不知道他会不会走单身通道啊？朱月圆，我还没有跟他讨论过，明天上课跟他讨论一下吧。我还没有跟他讨论过他怎么想呢。我今天问他在拍档要不要去啊？我们两个，他就说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，考虑一下，真真可以争取一下。对，哎，我思考一下吧。我今晚没有力气思考了，我今晚没有力气思考了。我还没有跟你说我今晚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今晚发生了好多事情。首先是我买了一双新的耳环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，漂亮惨了。分享一下，好好看，才几十块钱淘到的，好漂亮啊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思考的那个老婆，没有，今晚遇到了很多事情，我遇到了很多事情，支持北重联动，我也支持。今晚遇到了很多事情，妈妈发卡，对对对对对，今晚我打的，我要开始说了，今晚我打滴滴回家，可以三个人吗？不可以。晚上好，谁最佳拍档三个人啊？然后呢，就是说我今晚打车回家，最佳拍档不是最佳三角，我真的会被你们笑死。就是我今天晚上打车回家，以后那个司机呢就一直在吹水，因为我在后面就是快睡着了，他一直在前面跟我吹水，以后呢他就吹的是重庆话，以后我大概听得懂一些，我就听他吹嘛，我就在那里附和他，谢谢房间送的巧克力。以后呢他越吹越离谱，他一开始在跟我吹这个就是一些在那个什么边界跳跃的一些事情，跟我吹这个，以后我说这个不合法吧，他说哎呀这有什么，我们拿来就是打一些山野鸡的啦，就那种山鸡，他打那种什么山鸡野鸡啊什么的什么东西的，我就说以后呢他就是吹，他就说哎呀其实我本职不是做滴滴司机啦，我有副业的。以后呢我就说啊那你副业做什么，他说我的副业是做他的副业是做就是那个妈妈桑，懂吗？妈妈桑，他还跟我就是介绍他们做妈妈桑，就是还有哪些业务，就是还跟我说哎呀有些人呐、啊、他们厉害的，就是能赚一天能赚5000块钱啊。我说啊一天赚5000身体不会废掉吗？因为我在套话。他呢就感觉很开心，就是感觉自己很了不起的样子，就说哎呀就是不懂的吧，因为呢一直在跟我说。然后呢我刚刚就是下车回家之后就是去滴滴平台就是投诉了他。对，我就去滴滴平台投诉了他。他走之前还跟我说哎呀我跟你讲两个多，你千万不要给我把我给投诉了哟，投诉了之后又没有奖金的，有奖金你再投诉我嘛，就不要干这种就是不要不利己的事情。因为我说好的我不投诉你，因为我一下车就举报。对，一下车就打开手机滴滴平台，how to 举报 how to 投诉，
真的吓死我了，救命。对，可以报警，已经在联系警察朋友了，就是有个亲戚是做警察的，在刚刚在跟他微信联系，因为他在问我们的情况。牛牛，但是这个事情好复杂，就是我刚刚回家坐定了，跟警察联系上，然后就收到了同雀的一条微信消息，我还以为他跟我说什么呢，因为他今天很开心，一直在说，哎呀，今天去拍照了，拍完照就出太阳了，说什么的，然后他刚刚给我发条微信消息，说他家的狗狗死掉了，就是他家的一只比熊，他们家狗叫阿 Ben， 然后就说他们家狗狗死掉了。然后呢，发了一段他们家庭的那种聊天记录给我看，就是说他爸爸妈妈那天刚好回了老家，以后叫他的小姨去帮他遛狗，然后小姨可能是没有怎么遛过狗嘛，然后呢那个小姨他就不小心让阿边吃到了老鼠药，然后抢救无效，然后就回到狗狗星球了。唉，好惨啊。对啊，然后呢就是刚刚在看那个消息，然后就是好惨，就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我还约了同雀说就是说我新年回家以后一定要去跟你家狗狗玩一下，拍点 vlog 之类的，然后就突然就是发生这种事情。哎，对，狗狗出门就是一定要找对狗狗有了解的人遛狗，不要随便的交给别的亲戚遛，他们有时候不知道他吃错什么，也不会让他随便，也就是没有管得很好，以后就是会吃老鼠药的话就很麻烦啊，很难过的。去年十月果子也去世了，哎呦，怎么会这样？对，别人有些没有养过狗，他们不知道狗在外面有没有乱吃东西，而且有时候天黑遛狗，那个街灯没那么亮，有时候吃了你没有反应及时的话，就会有事情啊，就会出事啊。算了，跳过这个话题。记到了，反手摸了一下我的狗子，对，好好保护，就是现在狗狗还在的人。Hello 呀 ，SGK， 晚上好呀。狗子算是圆满14岁哦，那还好。14岁的话也算是蛮久蛮长的了，就是蛮健康的了。谢谢六谷的巧克力呀，对，好好守护你家的狗子吧。刚刚回家，为了多割一条猫条，然后才回这边。换回刚刚的话题，考虑加三角吗？什么东西？谢谢鱼鱼送的5个秋天的奶茶，以后没发生了，以后我就在整理情绪，以后洗了颗草莓，以后就是开直播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边的事情。对，我单身通道三角通道不过分吧？卡比立马就是发邮件，立马发邮件建议大家开三角通道。六零看得开心吗？没怎么看，只看了一下朋友们艾特我看的那些舞台，看了什么玛利亚呀，然后还有那些，还有那个山原，还有什么，还有真真的那个我也看了，然后还有那个就是我们 CKG 的很多也看了，海王通道至于写邮件。没看 B50， 只想看00，好押韵哦，好押韵哦。B 站有全程，真想要，真真好漂亮啊，真真好漂亮，那个衣服也好漂亮。00，你有没有看过超时空要塞 F 啊？没有哎，超时空要塞算是我唯一，就很少数没有补的老番之中了，但是我知道它很经典。哎，是故意沾的、啊、就沾了一点这样的小口红，然后显得我就是人的气色很好，对，一些没用的技巧。鼻尖腮红，对，今天 Me Life 结束，下周就是全部巡演了，要来一首要塞 F 的 OP 三角爱恋，我好像知道这首歌，虽然我不看超时空要塞，但是我听他的歌。直男吧，是直男吧，对，是直男吧。硕茂也说这个很傻，
是直男吧，一些直男问题，不知道下周有没有空去成都，对叽里叽爱谁懂，这么卡的，不知道下周有没有时间去成都看林，哎，再说吧再说吧，工作要紧，有机会再来看你给你爱，放点歌听听。老公为了老公，我为了你第一次买公演买票看公演，哇，感动死谁了，天，爱你，谢谢你过来看我们 CKG 的手牵手成都巡演公演，阿里个多。播到几点？播一个小时左右吧，那就播到十点，播到。不是，现在就十点了，不到十点，十点四十，切爆了，切爆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看错表了，不到十点四十，你去偷懒哟，看错表，切爆了，切爆了，真的吗？这么快的吗？心碎女孩在重庆等你回来，谢谢。对对，深圳出案例了，红烧排骨喜欢尝。对，深圳出案例，我朋友在深圳工作，他就是说最近深圳有点麻烦，他就说他回家不知道要不要做核酸之类的，挺复杂的，就是说挺复杂的，很麻烦哦。还说过年来深圳玩来着，啊，怎么又出现这种事情啊？哎，我也好烦哦，刚刚被捅完了嗓子眼，好惨。广州好像有密集啊。我觉得广州怎么一直都在有密集啊，我上一次从上海学习回来以后，在飞机出发前就收到了一条热门推送，就是广州出现密切案例，以后呢我现在在这里直播又发现广州有密切案例，才过去几个月而已，都没有过半年又有密集了，嗯，真的好无语。西安解封了，好事好事好事，西安该解封的，对，西安真的出过太多事了，哎，过年不敢回家了，哎，我过年都买好机票了，我还是要回，对，我太想家了，谁懂，我太想家了，反正过年回家怎么都得做一两次核酸，确实又要去那个什么保健院那边做了，哎，吃点小饼干，昨天买的现在才想起来有这个东西吃，要不还吃草莓吧，回家吃正宗煲仔饭，其实重庆这边煲仔饭也挺好吃的，别说，对，我住这边经常点煲仔饭吃，蛮好吃的，腊肠就是腊肠切太薄了，我喜欢那种腊肠吃的切的厚一点的，以后味道就很浓郁，以后一口可以咬到很多，呵呵，谢谢腰，昨天吃的忘记发口袋，啊，前天吃的没发口袋，都悄悄吃的，哇，好好吃啊！我前天在回外婆家之前，点了一个羊煲，点了三串羊肉串。哇，好好吃，那个羊煲的味道像蒸蛋一样，好好吃，像那种烤过的蒸蛋，太好吃了，这个耳环真漂亮，哎呀，眼光好惨啊，陈依琳，我就觉得很好看， bling bling 的 bling bling 的，回家吃好吃的，没错，我回家要狠狠的吃，哪里淘的呀，在一个就是卖那种卖舶来品的一家小店，那种路边摊，也不是路边摊嘛，就那种集市，那种集市，以后有一些就是卖一些舶来品的，羊腰都满足不了我们橙色啊，我们这橙色都很爱吃乱七八糟的，羊煲很好吃，懂不懂？羊煲真的很好吃，像烤过的蒸蛋，又嫩又多汁，真的好吃惨了啊！绵羊来了，好尴尬，谁懂？绵羊这个时候来了。谢谢美羊羊减肥版送的40个荧光棒，谢谢你美羊羊，美羊羊真好吃，
就是速写九十二的眼光吗？你吃晚上睡得着？睡得着啊，我睡得可香了，朋友们，我睡得可香了。对啊，吃羊跟你睡不着没有什么必然联系，对，又不是喝咖啡那种。没吃过啊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吃过了睡得着，没吃过也睡得着，对不对？一样了一样了。我是指女生很少会喜欢吃，真的吗？我们楼下都是那种小情侣在那里吃羊肉串，不会流鼻血晚上狂躁吗？没有哎，我吃的感觉像没事一样啊。对，烤的，我吃的像没事一样啊。造型好亮啊，真的吗？我总觉得我今天造型很直。Oh my god！ 我刚刚在看那个，就是微信消息不会弹下来吗？然后刚刚看到一个消息说，小陈，我有个朋友得新冠了。啊，这，我这，这个世界真的好乱，今天发生了好多事情。但是不是密接啊，不是密接的朋友，不是密接的朋友，就是很突然哦。今晚发生的事情也太多了吧，希望能治好。对对对，新冠治好了是不是也会有后遗症啊？救命！美羊羊减肥变成瘦肉真好吃，肥的也很好吃啊，就是说会有真的啊。哦，天哪！我以前我朋友以前还说，就是新冠，就是他以前还以为新冠不会有后遗症，后来再查一下，他才知道新冠有后遗症，又跟我讲。妈呀，拜拜六谷，几率不大，可能是味觉丧失还有性冷淡。真的吗？哦，我觉得丧失味觉会很惨吧，吃不到那么多好吃的了。轻症的影响不是很大哦，轻症的后遗症没有什么，就那种很重的才会有后遗症是吧？啊，我的天哪，我的天，心里咯噔了一下，伤肺，肺还是蛮重要的一个器官啊，肺啊、肾啊、肝啊、脾啊那些。你的造型一直都很直有吗？我觉得造型也有很直吗？还好吧，还好吧，还好吧，还好吧。哎，保佑我这辈子都不会得新冠，我不想有后遗症，保佑我这辈子都不要得新冠，我不想出事。刚刚好零，没有啦，没有啦，子女啦。美国有个后遗症，就是变成了无能，挺恐怖的哦。我还是很怕那种味觉失调啊，什么失眠啊，还有什么那种乱七八糟的，我会觉得很恐怖哦。不会的，你适应。哼，子女罢了，哼，子女的把戏罢了。你们是都是被我的子女把戏骗到了。其实我是子女，我骗过了所有人。对，吃饭不香，太惨了吧？打了加强针没有？没有打加强。我回家过年，我不在我姐家过年。谢谢阿妹送的一个巧克力，谢谢你送的中国巧克力，阿里嘎多。快点去打了，好，因为那个针不是要三个月后才能打吗？然后我就想着，我都忘了我是不是有没有三个月，因为我当时就没有怎么打。谢谢卡比的巧克力，半年哦，那我打不了。我第二针是今年七月份打的，对，我第二针是今年七月份打的，去年七月份，谁懂？谢谢，熟人好多哦，2022年了啊，大人，2022年了。你醒了呀，2022年了，那就快了。对，快到了之后就去打。对，过完年速速打，确实刚好过完年以后回重庆的时候就可以约一个去打。刚好中心隔壁就有医院，
打疫苗浑身疼，真的吗？我当时打的是那个科兴的，打完之后屁事没有。但是有些我朋友他打完就是发烧了，有还有个人打完就是肌肉酸痛，然后当时我朋友当时打的是肌肉酸痛，然后第二天上班差点晕在地铁站，吓死我了。科兴没什么感觉，我打第一针的时候还发烧了，天哪！打加强手臂疼了两天，健康码里面有记录，应该是184天。OK， 待会我去看一下。对，就是肌肉疼。我当时打完的时候有一丢丢疼吧，但是回去睡了一觉，洗个澡之后屁事没有。对，但是有些人就会发烧啊，或者是头晕、低血糖之类的，就很复杂。可能是体质原因，应该是体质原因。哎，最好就是大家最好就是没什么事也没有就最好啦。到时间之后，社区给你打电话啊、哦！好，那就好。最喜欢有一些就是能通知你的，就很方便。如果前两针打的是同一个社区，不是打前两针打的不是同一个社区。第一针我是在学校打的，第二针我才是在社区打的。还有第三针，哎，加强针，到时候也去的社区打了。现在而家周围咁乱，公司都唔俾出，即系我想去现场睇你。唉，确实啊，疫情什么时候好啊？感觉就是有些外地的朋友们想飞来新飞区看公演都好麻烦啊。好去哦！之前一直出差，社区都催我3-4次，妈呀，真的很难。疫情滚出客，确实，疫情真的要爬。跟你们说点开心的吧，我们说一下刘雨婷吧。我们今天说一下刘雨婷。刘雨婷今天真的是我的快乐源泉。我大哥真的甜。国外一直发展迅速，变异太快了。对，我在微博看到好像法国还是哪里又变异了，忘了。飞啊，明年飞韩诺。飞。婷姐怎么了？婷姐今天好好笑，婷姐今天 mini live 很好笑。他本来是约了洛洛跳一个古风舞的，后来他们中途又变了，然后他们请了傅美善，然后当他们的一个客串跳舞的客串，以后呢都半场过去了，就是 MC1 都过去了，以后我那趴都过去了，以后我下场之后才发现他们两个突然间就说不跳了，我们跳得太拉胯了，我们上去唱歌。又说你们怎么那么突然呢、啊？刚刚不是还说跳吗？他们就说不跳。因为那婷姐第一趴不是穿了个汉服吗？然后她穿了个汉服在那个台球那里打台球，然后呢我们就在调侃她，许仙你怎么在打台球啊。我真的会被她笑死。因为今天她等她换完衣服，她好像还有就是有一些路人拍了她穿汉服打台球的那个照片，真的太好笑了。许仙，你为什么会玩手机啊？许仙为什么会打台球啊？真的很好笑。我穿汉服，我很少穿汉服，家里有，但是很少穿。有机会穿吧，有机会过什么节，拍点照片的时候穿可以。哎，我真的会被他笑死，真的很好笑。而且婷姐台球打得很好，看她在那里就是很认真的穿着那个白色就白花花的汉服在那里。因为就他就在隔壁看着真的很好笑，就是说真的很好笑。后来他就把衣服换回去了，他就穿着那个衣服上了一场 MC， 后来就换掉了，穿上他自己那个黑色衣服。特殊公演可以，好像今年年后会有特殊公演，到时候再说。2020年去的，可是新冠肺炎哦，元宵公演吧？对，元宵是不是有？反正年后会有一场，反正年后就会紧接着有一场。到时候等那个官博官宣吧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说。对，到时候等官博官宣吧。
还是很值得期待的。厕所公园真的很好玩。对，还有情人节哦。对，元宵情人节，爱死谁了？我觉得我们巧克力蜜语就很适合情人节跳，但是我们特殊公园又不能跳巧克力蜜语。交换生什么时候？交换生是蒸蛋前还是蒸蛋后啊？我不清楚交换生什么时候，还没有问呢。嘿嘿，蒸蛋前，哦，那就是说蒸蛋前就能看到真正了吗？真真是不是交换生啊来的？我又忘了，好像不是啊。真真是不是交换生？哦，真不来，对对对，我就记得好像真不来。对，两个都是情人节，严格说没区别。没有真真，对，我突然想起来，你们之前给我说过没有真真。哎，那只能把第一次见真真留到蒸蛋的时候了。夏天马上就要来了，真的吗？外面好冷，我可能春天都没来，我现在好希望春天快点来。夏天别来，很怕夏天吗？就是说，哎，夏天好，夏天好，夏天它也不好，很复杂。一说没真真，一脸失落。我突然想起来没有真真，就我突然想起来没有真真。夏天盛腾，为什么夏天会盛腾？重庆没有春秋，有，你们去广东才知道，那才叫真的没有。我在重庆的时候。有机会穿开衫毛衣，我在广州没有机会穿开衫毛衣啊，总选。我还以为你们得了什么，还以为你们得了什么，就是那种绝症，原来是总选啊。夏天出坑，秋天回坑，灵鸟习惯，好习惯看懂一些不治之症。等到夏天才疼吗？你们是不是看不起拍档？对，今天坠缘其实有跟我讲，其实坠缘很贴心啦，他就跟我说他纠结去不去最爱拍档，就是怕就是大家的资金会不会要是用在最爱拍档上面了，就是说总选就没办法没力气了。他就说因为这个问题，所以他在纠结参不参加了。对。但是我觉得没所谓，就是去玩一下而已啦，又不用说一定要就是投个输赢，对不对？对，不一定又说要投个输赢，就是先去体验一下交交朋友就好了。对，有个舞台挺好的，就是有一些展现自己的机会还是要珍惜啊。嗯，最佳流量啊，最佳拍档有流量吸到粉的，对总选也是有益的。对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所以说我怎么也要去一趟。总选开始压力就会大，孟波对我们新人好像寄予厚望，确实。对，今天来了个新的经纪姐姐，然后把我拉过去聊天，对，然后就说很看好你啊之类的。哎呀，我好紧张啊。拍档在合理算是流量大的活动，可以去吸波粉。好的，我要不要做出什么一些改变啊？我要不要做一些什么改变之类的，比如说弄回我的长头发啊。对，我也把我长头发接回来之后再说吧。那是老经纪姐姐了，终于有人整治了。对对对，那个姐姐是老姐姐了。零零雄起，期待哭唧唧灵宝什么呀？问真真啊，我要等真真联系我。对，照上来也挺好看的。我还觉得长发好看，等我头发就是恢复了，等我头发恢复了，我接回来，我当长发美女。你想被动？哎呀，其实我真的很被动，最被动，从八最被动人的就是我，不主动就没有故事啊。那我去单身通道吧。那算了，你失去真了，真的吗？哎。但是我又怕万一真真心里已经选好了怎么办啊？其实最佳拍档商总选这个老是老排 top 的烦恼，真的呀，小心被抓去单身通道遭拍 vlog 相亲。你可以选三角通道，黑猫警长看过，
问都没问怎么知道，那还是原主动已经在你房间发了征婚，真真也在我房间发了，我们说的那个主动是微信，对，我们说的主动是微信。我等我下播了，我要去跟圆圆聊一下，然后再跟真真聊一下，对，我要看他们是怎么想的。对，我现在在这里猜也没什么用，我要去问问他们怎么想的。嗯，真家说真真有人选了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嗯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你微信发朋友圈招训吧。我朋友圈没有多少，没有多少人啊，我就加了几个朋友圈，我就几个朋友。你直接去朱慧远宿舍面谈也行，其实我明天早上直接去找他，上课的时候找他就好了，反正明天要上课。真的吗？我都不信他选好人了，待会我去问问。对，我不想猜了，我直接去问。早上就上课了吗？不是吧，好像是下午两点啊，我俗称早上。对，下午两点，我俗称早上。让你的其他团的朋友发一下哦，发一下橙色的飞机，是不是？也许真选上的人就是你。嗯，那他应该早就给我发微信了。水眼心拒绝陈以琳，哎，没有人拒绝啦，没有人拒绝啦，现在都还没开始呢。不是说有个人要改 ID 说拒绝陈以琳的第100次。真远都在纠结啊，对，我也在纠结啊，我也在纠结啊，我真的现在是有点脑壳疼啊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做。今晚反正今晚是决定不了的，对，今晚是决定不了的，起码要过这周以内决定吧，这周之内决定吧。对，不行就抓阄。抓阄太随便了，怎么可以抓阄？认真点，甜蜜的烦恼啊，没有，是真的大烦恼，是大烦恼，不是甜蜜烦恼，是大烦恼。对，报名社是赵姐姐。老公，我想你了。Hello 呀，星河哥哥。乱会说，决定好一个，免得两个都没了。哎呀，万一会认识新朋友怎么办？对，万一我会认识新朋友呢？包分配看得不错，就看你爱哪个比较深了。哎，好纠结。我看透你，你都想要懂我，懂我，狗 sir 懂我。哎，再说嘛，我最怕做选择了，饶过我，放过我。支持撕巴头搞个三角被投活动，就是渣女的烦恼吗？没有。哎呀，没有啊，你好招人喜欢，没有啊。那你单身脱口秀好了，凭什么不能散散心？对，凭什么不能散散心？散散多快乐。他在上海回不来，那成巡是来不了了吗？太惨了吧。三个人的话支持林元富、哦、支持。我觉得没准前期非诚勿扰会有很大流量。行，我去脱口秀了。对，我去脱口秀了，我去走单身通道了。对，不要去拍档了，我去单身通道了，拜拜。我不选了，对，我不选了。天天说我是海王，那我今天就单身。我今天就不做选择了，我今天就单身了，我的单身通道。哼，单身通道真的很搞笑啊，确实。真缘一起好了，你单身通道什么东西啦？哎呀，今天那个，哎呀，真的笑死，成全。原来真是林瑶有位置，到时候给我分配一个上八的前辈，我会紧张死了。成全，祝他们幸福。但还没开始呢，为什么我就住起来了？单身通道见，朋友们，单口相声到时候见。我这几天除了上课，我就在家写段子，对，我就在家写稿子。自我马大工程，居然扩充一下朋友圈，嗯，没错，我都没有参加过《非诚勿扰》呢，我从小到大看过这么多《非诚勿扰》，我还没有机会上过呢。今天陈依林有了这个机会，大家好好争取，记得拍 vlog 单身通道，要拍 vlog 介绍自己。对，好，我要拍个有意思的，我要拍个最有意思的。
虽然说没有想题材啦，反正就是喜欢拍个好有意思的，让大家眼前一亮的。虽然说没有想到题材，哎，啥稿？去换稿子，脱口秀稿子，脱口秀稿子，格局大开，玲玲来了，全扩了，没有啦。你们还可以都参加相亲，找不到合适的就选对方。哦，这看着好惨啊！念个绕口令好了，昨天念了一晚上绕口令，昨天电台念了一晚上的那个粤语绕口令啊，真的要晕了。什么小红化红凤凰，小黄化黄凤凰，黄凤凰变红凤凰，什么红凤凰变什么？不不不，最后的结尾，我来了，你在哪里？整点有意思的，笑死了！哎，昨天一直在跟大家猜那个粤语绕口令，没听到，昨晚在看 B50，没关系。昨天我也是闲得没事儿，开个电台在玩，因为我 B50太卡了。你念那个绕口令，我一群朋友都要笑垮了。绕口令，对，我真的是 YR 不分呐。我说那个行尸走肉，我是说肉的。哎，之前我朋友就挑我说，为什么陈以琳说肉说不对呀？绕口令，行尸走肉。广东人。还有 C 出口啊 ，C 出口就是 C 出口，好标准，我爱了，那可是，广东人，C 出口还是 C 出口？等一下，我再说一下 ，C 出口 ，GNG。因为陈以琳去学的是播音，我才不会学播音。播音不会让我学起来很有这种精神满足的感觉。怎么 ？GNG 啊！我们广东人都是念 GNG 啊！轮胎轮 GNG 国语标准。陈以琳站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地步，广东人说他粤语不标准，因为重庆人说他粤，说他说重庆话也不标准。GNG， 举恩瑞，这个太远了，没有说瑞，普通话人说陈以琳普通话也不怎么标准，还可以吧，还好啦，就是能听得懂。对吧？能听懂。哎呀，给点面子嘛，给点面子好不好？我普通话算是可以的啦，你都没有听过我像重庆话的样子。你要对比一下，我说重庆话的样子，跟我说普通话的样子，你就知道我普通话说的有多好了。我尽力了。德行啊，当然德行，重庆3年4年不是白待的。哼，可以了。像日本人讲普通话啊，没有吧，不愧是你。那又嘛，说的可地道了。啊，我也不知道是哪来的自信，对不起。可以了，太地道了，就是说真的很地道。是的，像模像样的，嗯，那可是修的，什么是修的？有那味了啊，差不多就是那种已经有一个神在里面了。沙煲镬汤是这个吗？沙煲镬汤，闽南话这个就不知道了。要得，可以了。哎，精通三种语言，
蔡依林，精通三种语言，可以。哎呀，我又差学点东北话了，对，不得三，哎，我再学点东北话，那我就是在中国到处跑，我都会说了。这我觉得我最难学的应该是温州话，就温州话真的是听不懂啊。我之前听我朋友讲温州话，哇，这在说啥，我听不懂。这辈子不愿再听温州话。哎，那可是。语言天才陈琳，过了，我真的会被笑死。噔噔噔噔，换点歌听听。浙江话真的听不懂，对，浙江很多乱七八糟的方言，好难啊。最威系你啦，人靓身材正，又识咁多语言。为什么总觉得你打出来的那些粤语，就读起来都刚好是那种很拽的那种感觉？真的很好玩，哎，拽拽的。平时我说粤语，我以为是拽拽的，你能听得懂吗？听不懂，哦，麻烦球不就是麻球烦不就麻烦的意思吗？我是陈以琳粤语饭，谢谢一些口音饭，对，谢谢一些口音饭。哎，会不会有那种人，会不会有一种粉丝，就是说，就是说你普通话说的不标准，我不犯你了，会这样吗？小小小的灯，会不会有人觉得啊，这个超差，讲普通话讲太不标准了，我不犯你了之类的，特种啊，广普特亲切感了 ，yes， 请一直保持这个口音。谢谢你对口音饭的这个口音偶像的支持。哎，我朋友报案有结果了。那个警察说，如果报了案，会去通知来问详情，然后再把这个人通知过来问清楚，但是也不一定能查得到。哎，算了，哎，就是普通话不标准才犯的。谢谢你哦，会那种粉丝，你重庆话讲得好差，特别爱啊，整的吗？那今晚我就要说重庆话直播。讲真，如果到时候握手可以讲粤语，你就知我系咪咁串？好，什么时候我说会来段粤语 rap？今天睫毛好长，因为这个是假睫毛，但是我真睫毛也很长，但是我真睫毛往下长会就不翘，所以很烦。千万别练普通话，假的啊，我以为是真的。rap 春娇与志明很不错。要看我握手会唱浮夸，可以，我成群就可以唱浮夸，随成群来看我，我给你唱浮夸。我在握手会的座位里面高歌一曲。我会说普通话，这是从小是村里学的哦。我们上课都是讲粤语，我是初中之后才讲普通话的。当时小学的时候很猛哦，我小学的时候有一些就是老师就是粤语上课嘛，然后当时有一些娃儿他们家是没有教粤语的，有些娃他们是北方下来打工，然后顺便在南方读书，他们就听不懂粤语，他们就很烦。因为有一个娃他当时上课呢就也没有举手，也没有说老师我需要普通话，他就直接拿一支粉笔丢在那个老师的头上，然后那个老师当时很无语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然后叫他去办公室谈话，因为那个孩子呢才跟他说是因为我听不懂粤语，希望你不要再拿粤语上课。他当时很生气，他也不举手，也不说话，他就是拿那个笔啊往老师头上一丢，然后那个老师就把他叫去办公室了。我还记得这个事情，好拽，确实很拽。交一张卷来听浮夸，一张卷我唱个开头，
有人问我，我就会讲，但是无人来。接地气，加长难度，加唱数字人生。那我要去学校、哦，好拽。对，不知道他现在是不是也保持着这种很拽、很自由的个性呢？像我的小戒指，漂亮戒指，漂亮耳环，哦，金贵女人，每天都奢侈的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是紫原丽乃带着那个女团 ，Ecolas， 对，这是富婆带的那个女团叫 Ecolas， 我挺喜欢 Ecolas 的歌的。一些偶像饭是这样啦，这不是二次元，我都没有放，我特地跳过了那一首铁血遗孤的歌了。那年十八母校舞会哦啊，那我们就唱浮夸吧，好想唱哦，突然间，不过现在广州都普遍教普通话了，粤语都开始很少人会了。对，我。前不久，我之前一段时间回家，我就发现这个状况，就很唏嘘啊。但是又没办法，他们就是不教那孩子怎么学嘛。哎，高铁不让带战术装备，不然给我坐华贵，哎，可惜了。没事，也可以就是穿了个普通裤子，贵一贵啦。我爱看，来了。你教我有视频，你看视频学，看我的那个视频学。我期待到无奈，有话要讲，得不到将在。我的心情犹如樽在不能忘词了，等一下，哪个？等会儿发一下，就超话里面有啊，我记得当时抽曲奇的时候。还有那个就是那个首演那天那个什么 那个 AMC 里面有一个着最闪的衫，八十分慷慨，有人来拍照要记住插袋，你当我是浮夸吧，夸张只因我很怕，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？其实怕被忘记，只放大来演吧，不安怎去优雅，四处玩赞送寻妈妈不够爆炸，让我夸做大娱乐家。谢谢倒霉兄送的荧光棒，谢谢。啊，来了。那时候我含泪发誓，各位必须见到我。平凡又普通的路太多，屋村里住哪一座？情爱中工作中受过的忽视太多，自尊已经跌落，不信眼中痛。我未曾获得过，便知我为何大动作很多，犯下这些错。博人们看看我算变态吗？你当我是浮夸吧，夸张只因我很怕。似木头似石头的话得到注意吗？其实怕被忘记，只放大来演吧，很不安怎去优雅，四处还赞颂怎么不够爆炸，怎么有话题让我夸做大娱乐家。累了，谢谢明大桑的荧光棒，阿里嘎多么塞门。其实感情在正常人够我负议论性吗？
谢谢，阮慧送的赞，给你跳一首赞赞，情不自禁赞赞，一些外物，一些外物的记忆，怎么还在唱啊？后面的歌词忘了。干军巨马，不听了不听了，我要有那个浮夸 PTSD 了。谢谢花季送的荧光棒们，ありがとうありがとう。啊，喘口气。老公唱的真好看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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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一个草莓。我今天出门发现我的喷火龙掉了，我的喷火龙掉了，它本来是挂在包上的，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把它拽掉了。新下数字人生，本地受众全黑，真的。Let's 听听，林子祥的吗？好，数字人生。啊，原来是这首，原来是这首。那草莓真的很脆，对，今天又买了一盒，好吃。是两盒，买了两盒，刚吃完一盒，还有一盒，太长了，那个真的太长了。老公说日语很好听，很懂你。红豆泥，听一些 rap 吧。对，跟那个围巾是一套的，你才发现，戴了一天了，我都很可爱，真的很可爱，同一家的，超可爱。爱静前辈也有一个，就是他那个是白色的，对，爱静前辈有个白色的，因为我买了这个是橘橘的，棕橘的，可爱死了，猫猫脱机，可爱死了，我以为是龙猫吧，是啊，有点像，他今天没带了，什么呀，我这款我家里就有，因为我是 偶然有一天才发现爱静前辈也有。但是我发现他的是白色的，当时就说啊，前辈，这个我也有一个，我的那个是橘色的。他就说哇哦，我没有拈花惹草啊，真的是。对对，他今天没有来 mini life。我们是排那个巧克力蜜语，有一天排巧克力蜜语，因为他当时化了妆说直播，然后呢，当时就看到他带一个白色，我没有浪，我发誓我没有浪啊！我当时做俯卧撑的时候都非常的，就是我都把头别过去做了。考虑一点缘分，考虑一下，我当然你都不要了。算了，电波，我们的电波不一样啦，对，我想找一些就是电波一样的人啊，跟我上舞台呀、啊。谢谢林奈送的六个荧光棒，就跟猫咪夹子，哪里浪啊？哎呦，接不上指你的脑回路，也没有啦，就是我太庸俗啦，讲话太庸俗啦，同频谐振。对，想找一些就是老电波差不多的，有点中中二二的啊，神经经的，机灵古怪的啊，我是电波系啊，我就是电波系。好，三分钟下播。没有啦，我说就是那种有点小神经经，很可爱，就是这是褒义，这是褒义，谁懂？谁懂？喜欢一些很可爱的美女。我不是说我没有提陈真真啊，我没有提陈真真，是你在提。
哎呀，谁懂？什么呀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话说，真真比你高，临终要做零了。今天也是跳女位啊，这没有什么关系。我跳女位也很自如，好吗？我跳女位也很好啊，是不是？今天那吞那跳得不好吗？就是说，谢谢姐姐好漂亮送的三个玫瑰花，你愿意吗？哦，就像现在跟我求婚一样，你愿意吗？哎，再说了，问真真啦，曾家比较适合你，但是我不认识曾家前辈耶。哎，瓜也是瓜，这几天挺帅的。我今天不帅吗？我觉得我今天也很帅啊，今天帅惨了。看脸有1.7米，差点了，我穿个鞋就1.7米了。我今天不帅吗？你今天很直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很漂亮，你很漂亮，你很灵啊。没有吧？我觉得今天就是穿的没有很直吧，可能是那个刘海吧，弄一下。算了，他没有卷，我没有卷。穿得很直等于穿什么？你今天很直，我今天穿的也还好吧，我没有很直啊，感觉就是普通女性，对，一般普通女性。不动了，感觉我越弄越奇怪。还行，就这样。我就是普通一般女性，真的没有什么。不要拉高普通女性水准，一瞬间不知道是夸的开心还是尬的开心。干嘛非要穿的不直？确实，哦，确实有道理。我穿的也很漂亮，直女，对，我就要穿的漂亮直女。哎，穿一个衬衫都喜欢啊！我今天没有穿衬衫，今天穿了个 T。玲玲又美又不自知，没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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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自知自知自知，只是今天这个刘海确实有些不知道怎么弄了，穿了个玩具，没有没有，我穿了个 T 恤，你们真的是跟玩具过不去啦，没有玩具。我真的没有玩具，我真的没有玩具，我只是防一些骚扰才设置的，才说的，谁懂谁懂？这个话居然要跟我一辈子，是我自己说的，好啦，接受一些后果，只能说你写那个玩具带有节目效果，谁懂谁懂，懂玩具。不要懂，不要懂，我们听一些娜娜。真的才会玩具，哎，没有啦。我身边挺多朋友都是 T 的，就是大家都不是玩的很正常吗？啊，真真发微博啦，真真发微博，真真的奇妙微博。真的才会玩具，真的没有啦，真的没有啦，笑死，根本就笑不死，精神铁 T 是吧？哎呀，怎么回事？感觉你和梁晶晶也挺搭，没有特关，是那个微博推送啊。微博知道我爱看什么？什么？叉叉 Y 精神铁 T 本地谁呀、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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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 SSY 是谁啊？梁晶晶，梁晶晶确实确实，梁晶晶，对，确实梁晶晶的气质，感觉跟我就是电波能通得到哎。什么时候能跟梁晶晶合作一下呢？玄心瑶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真的吗？精神铁 T 本地，真的吗？玄心瑶前辈，完了完了，他不会再看我直播吧？他会再看我直播，待会他就来找我，微信啊。不知道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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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怎么会知道这么细致的事情？我要下播了，我要下播了，超时2分钟了。我怎么会知道这么细致的事情？我们只玩过一场剧本杀，
甚至还没有你们熟，可能还没有你们熟。拜拜，不细致，什么不细致？不细致哦，很细节，对，了解的很细节。下巴倒重新摇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跟他不熟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怎么知道这么多呀？拜拜拜拜，开玩笑，调侃你啦。拜拜拜拜拜拜，明天播不播？明天播不播？好的，明天再看吧，再看吧，再看吧。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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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